下一步就是它的设定，它的那个宽度多宽的，比方说咱做一米的手动把它出一个超越一米，超过你想要的尺寸，然后切断，对，拿出来，对，你测量一下，它是一米，量一下，用尺子，对，量一下你想要的尺寸，哎，正好一米是吧？要不对，你想要一米，这是正好一米，然后这一米，你数多少个弯儿？这么一米量好了，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个，然后这个地方，你要想要一米的话，这个地方这是不是设定值单丝长度，就是单根的长度，这定成二十七，是吧？然后确定二十七个，是吧？然后得摁一下清零，记住这刀板立直了以后，这个是管的那个定位的，对，清零，然后就行了。开一根丝，行，然后再就是把这边定好，这个头就绞在中间，这个头跟着切刀齐着，或者是闪过这么一两毫米来，要不一切双根就把这个头切住了，这切住了，齐着，然后稍微错点，然后定这个东西能调，松了这个，然后左右能调，这个正好卡住这样，是吧？这个调的时候上在这儿，这个你提着我看看，对，你看一调过来，用三个针调过来，嗯，调过来以后呢，然后然后开机器，对，把它定好，全部定好，你要手勾着点啊。对，手在里边这么勾着，对，这么穿，过来，稍微等会儿啊。你看着啊，这边这个尖儿啊，是吧？从这过来2厘米，从这过来1厘米，这边的时候，这个尖儿啊，得比这个箭条得刻外1公分，半公分得，是吧？这个东西必须得挨着它，高低啊，必须得挨着这个箭条，看到没有？太高了以后，它这个往回带丝儿，这么带丝儿。太低了以后它杠劲儿，然后你看它穿的时候，对，人提着，两个人提着，对，这么提着，它等于是这个针呢，这么一挂过来，这个过来，来回这么这个原理，来回一倒，对。你看它穿的时候，切的时候切正中间，对，
人提着到那个卷网那个位置。然后出够长度，这个长度是吧，够挂到那边那个轮上就行，然后把它挂过去。经过这个窝边的，对，下边中间怎么过去。然后抻，把它抻紧，往下慢慢往下放。然后这个轮如果偏的话，松了螺丝往这边用，你看这个就偏，然后松了以后往那边移，对，正好卡在钩上，把它均匀的分开，包括那边是吧，把它卡紧。卡紧以后，卡紧以后是吧，然后把它紧死，记住一定要抻紧，慢慢往下放。行，行，你抻一下，抻紧了我给他说一下，对，抻紧慢慢往下放，看看正不正，抻紧了放下来，对，正的话紧上就行。然后调这窝边，这个窝边调的时候一拧，对，把它对正的这个口啊，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对正，拧这个轮儿，行。你手动一下，手动一下，对，对，立起来，立起来以后是吧，这个钩子勾起来正好是它的中间是吧，提起来正好是这，正好是这个钩子，然后一推是吧，一推就窝上了，对，一推就窝上了，对，扶一下，行，可以了。然后，这边一样，对，然后一窝的时候正好勾上，推上它就行，然后可以了，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开了，然后开一下，对，先慢慢开，速度别快了，看看这个情况。这就可以了，咱这个穿网的注意事项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注意事项
首先第一，穿完了以后这个钩啊必须得撬开，撬不开的话它穿不上，这个东西得撬开，是吧？它穿的时候你看着啊，你看的是慢慢的往前走的时候，你看有点磕伤啊，这是稍微动一点点，一点点。对，你看穿的时候看这个丝儿，这个头啊穿的时候哪也不挨哪，这边也不挨，这边也不挨，这么勾进来，你看到没有？这个钩这么勾进来，两边都不挨，你手动过来立直就行了。然后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垂直，这个穿的跟被穿的是一条线垂直，然后这个中间这个空隙是2公分吧，从这到这是2公分。如果说空隙太高的话，是吧，这根丝儿空隙太高的话，这根丝儿就穿上来了。如果空隙太低的话，是吧，这根丝儿就跑下去了，穿不上。这个手动，然后慢慢往上出，慢慢走，你看看着这根丝儿穿的时候，你稍微有点往前摇的，我等出的时候，这不正好垂直，这根丝儿往上提，这个间隙是一样的。如果说磕厚，这根丝儿磕厚的话，是吧？它容易穿上去。磕浅的话也容易穿上去。就是正好这根丝儿，它我甩的时候，是吧？它这么甩的时候，开筷子甩的时候，这根丝儿就是这么一搭上，两边一样。哎，这就开的话就没问题，就注意这几点就行。开一根来给他看看，卷网，把卷网对在这儿，把它对上。对，把它对齐，这边是对齐的，然后把这个链条挂上。把这链条挂完以后，是吧，调这个轮儿，你看你多宽的，是吧，你比如说1米宽的，这一个轮儿，前边后边三个轮儿，前边两个轮儿，记住这个轮儿啊，是吧，必须在前边的轮儿必须在后边的里边，这也行这也行，这边这也行这也行，然后这个轮儿啊必须得刀住它。能耐可把它卷住，卷住以后把它卷上去，可以，你起码得卷上那么有上那么一起码得70-80公分吧，1米。对，卷上它以后，然后就可以了，这卷网就可以了。我们这卷网的部分，看一下，
记住，开机器必须得开润滑水。穿网，左边。卷网。卷不动这边。卷不动。卷不动，把这边一个离合器把这紧一下。对，紧了以后手动转卷，能转动不能卷动。对，能卷动就行。对，然后再开一个。对，这是卷网。对，这就卷上了。还有这个线位开关，这个能调上下，就是这个丝一乱了，这个丝一乱了以后它就往下来，这个把它调好，别勒住了以后停不了。然后就可以了。